Go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可以再夸张一点，可以再夸张一点，没有关系。可以再夸张一点，没有关系。
完人就跑。五三小，好戏。213，烧一烧。打完就跑哎、欸。
好戏。扛住啊，扛住！
阿斯要来几次啊？来不腻耶。
要活下来。感谢学人大大 host。下班又可以闪鬼咯，欸，是说我看了一下闪鬼的 OP， 他是不是得罪人啊，这个 OP 怎么做成这样，他是不是得罪动画公司啊，可是我看他的结局也没有，不知道该说什么，那个结局的动画是幻灯片吧，我说我直接看结局，那个结局的动画可是图片
好啦，鳕鱼大大应该还不知道结局是什么。因为我是直接看结局，然后他这次是多重结局吗？对，双结局。然后那个 Bending 我还蛮喜欢的， Bending 我还蛮喜欢的。然后好结局，我看好结局的动画做得很惊人，觉得那是幻灯片。方便说雪人大大还没有玩到，可是那个 Bending 我还蛮喜欢的。 Bending 证明了我真是大预言家，我真的是预言家。再生感谢你的 follow。 雪人大大是什么时候？哦，贝卡贝卡，感谢你的 follow。再见。呜呜，不觉得有点不对劲吗？什么？你的魔法枪好像要爆炸？什么？原来是这样，你的黑魔法师朋友想要一次除掉我们。可恶，那些臭黑魔法师，你完全被利用了呢。这次我承认彻底输了。
阻挠你们是我不对。咦，没想到你还蛮坦率的嘛。吵死了，快走吧你。蝴蝶结。Go!凶啊！直接跳过啊。下来，
See you.飞高了。
嗯，好。往狗这边打，下面哦，躺下来。下面一个干干
再见。怎么会？竟然败给你这个小小的召唤师。不过岛屿女祭司已经落入我师什么？你还有师父？你还有师父哦？封印也即将无效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还有一个师父。天雷金环雷神手套 ，Go！ 现在拿到这东西又有什么用？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？还是赶紧逃离这座岛才是聪明的抉择。卡克不会是师父吧？原来是被控制，被控制了，所以我最后的敌人是自己的朋友。怎么回事？这怎么打？白痴哦！那个对面那个，对面那个感觉就是不能靠近啊！怎么打、啊？感觉就不能打、啊，打不了哇！88哎，99哎。拖延战术。这应该是剧情站吧。